这张画很大，我很喜欢，而且它很快，大概几分钟就画完了。但是它的好处是它体现了一个当代的一种状态，人麻木了，人完全没有了参与感，就是对待任何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非常长非常大的距离。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画，而且故意放在有两层门的后面，就是说你进来了也就是属于它，因为它一大你一进去的话那属于就是里面的你了，所以就这个我挺喜欢的，实际上它也是我。而且它的对面就是 Oh my God， 哦丢了，这种声音，这个 video 的声音进来的话，我觉得它变成了一个整个空间，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要加上一个我2003年画的那个两个黑云，就是说这个作品以后不久的发生了那个911的事件的这个作品在里面变成一种互相是有关联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声音。Oh my God。然后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我的40岁的自画像，这个整个东西都是非常有张力的一种节奏。它的旁边又是那个马萨克1982年我的毕业创作，所以整个的艺术的气氛里面都有一种问题在里面，有一种张力了。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展览的地方，它用特别美的一种中国传统的水墨的方法表达一个特别有张力的一种时空。就是这个时空，我觉得它是永远都是这样的，这个时空实际上没有变化，但是我们的人麻木了，人在那个变化之中跟不上这个关系，我们跟着潮流走得特别远，就是没有感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明白吗？只感到了时间的飞跃，这个是特别有思考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转过来，我用了另外一个传统的非常美妙的这个宫廷的方法，就是工笔画的方法，又体现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像十日谈，然后还有像那个芥子园这种风格，也是表示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张力。然后又回到一个核心的一个素描啊，就是我原来在1987年那个寄给 Martina 的一封信，这个 Martina 觉得这封信很代表我的那个主要的中心思想。这封信的回答 Martina 的回答说，我一直做坏事，因为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老师的位置啊给受到批判，当时在学校教的老师等等。所以别人都以为我一直在做坏事的人。